了，知道吗？超速了。啊？我这看着导航了呀。三处卡口，你全都超速。第一个测速点171，第二测速点150，三个测速点164。我这个什么设置了那个什么简洁播报？你看着点卖表，你是你开车，你不能老看导航，太快了，不能车好你就这么开啊，一定要注意跑慢点。好好好。